花生，长生之果，润肺补钙；大米，五谷之长，滋补五脏；茶叶，生津解渴；山苍子，散寒止痛；加入芝麻、绿豆、赤豆、生姜，八种新鲜食材入陶钵兑水精心研磨，加食盐提味，煮开后分盛在碗里，撒上一把炒米或花生便可食用。一碗浓稠的擂茶，清香四溢，有喝有嚼，既是日常餐点，又是待客佳品，更是安化主妇们代代相传的勤劳和智慧。对，你看这个，在这儿洗，他们就在洗。搓搓搓！哦，不会了。岁岁平安。哦。啊？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你放谁去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马明远，怎么办？你把我们道具破坏了。哎，不是不是我的错啊。对，你在你手上碎掉的嘛。你力气好大啊。对呀，不是我的错啊。你好厉害啊，这个要赔的。我小的看可不可以啊？谢谢。这么小啊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太小了。好，好吧，这个小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没事，谢谢。老师，哎，太小了。你可以的。是这个。我感觉别好了，好了，可以，可以了。来。没关系的，你搞这个表情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太棒，我们太棒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技术，技术没关系啊，我们技术啊，可以，需要帮忙随便说啊。对呀、啊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儿啊！我都不好意思吃了。怎么样？嗯，好重，好重。小心玩啊！小心。小心，小心玩啊！小心这个破破碎，不可以帮你啊！不会，小心，不要把这个破碎啊！小心，不会啊！不会啊！好，稍微吃点啊，小心！小心，你要帮忙吗？我保证。你保证？那如果真的破了呢？我给他。可以吗？好好。千万别破啊！放了一个，不是。哦，好吧。一休，一休。怎么了？你们给我起来！来，你撤，你撤。我求求你，不撤。